Allez, ciao.神女有闪现吗？两滴幻魔血，三滴给他烧了，各位可以看一下。注意躲他的 Q，一旦被他 Q 到，完不了。一起来躲 Q 踩他，哎一下躲，亏了，Q 得这么远。但是我们一波现在剩两级，兄弟们，这波两级他肯定要死，你们没看错，他两不了我那两级，看好了。有点稳啊，这人戳一下吧，他不过来，挺稳的。不急，上中的时候他丢了 Q，我们也不好上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第二个 Q 好的很快，就算躲到他第一个 Q，第二个 Q 我们不躲掉还是会死。就 W 一起来踩一下，点蓝带走。哎，我得适应一下。大意了，可恶啊！没闪现，点错了，大意了。刷一波，刷一波。好像知道我来了呀，这个。看我上了，他不上，我就走了。我一个腹地。没地方抓，发育，对吧？好难，很难抓人。我知道这波他会六级，所以我不能 E 他。180，160，360。
杀回来。但是我这个单杀是不是亏了呀？我被他单杀，我再杀一次，我还是亏的。多杀几次。我操，上单一个打两个，赢了赢了，上半赢了就好了，就晋级了，还得赢两把。我一旦单杀一次，他就顶不住了呀。只要他不做肉，我看看他装备，没出过，为什么没出？他死了，他没大招。大招。有眼的，我再上路试一下，这一波不能太明显，反正，nice， 再把他干了。打打打！别被他 Q 死了，被孤立无援，漂亮！我少点钱，怎么样啊？神女，我操，这样的啊我，凯旋，伙伴。哦，这一波死了就是被单杀了。走了，不烂了，这个血量瑞文能砍我。好起来了，我能超神啊！我现在已经是四个人头了，超神还能加二十。漂亮！神女没闪现，他如果还这个装备，我就给他越了，好吧？带走。OK。螳螂，那螳螂来我也不是很怕，说实话。但算了吧，我稳一点。这死了就亏了，被单杀。算了。我得换个玩法打人头数，
我平时教学，我肯定要吃这个塔的，我不会走的。打这个不行，死一次扣10个被单杀，扣十个。你走吧，我单杀他。哎，我操，送塔了这人！我怎么看瑞文在这个草里怎么下去了呀？你们看到了吗？妈呀，少了五个人的数。先吃吧。我操，还能再吃。等这个消失，看等这个镀层消失，教你们细节。地雷消失了，看到没？再拆，拆得快一点。喂鱼，走，这个鱼跟他没关系啊。漂亮。上草，被单杀了。两个人都超神，我不能带了，我感觉再带一波吧，在这边下路。这把赢了，少说加50个，对面神女评分肯定是最低的，1-2-7的神女。有点尴尬，这位置不出来啊！nice。勾一手，勾一手怎么说？好勾，超神！再来个头，哇，这个上单一脚这么痛，够了够了，一波，正好截止超神，牛逼！